至少啊，从哪边开始呢？出来吧，出来开始吧。我就动从外面呢、动哦欸。对啊，哇，不会要从抢飞机开始可吧？能重飞吧，我觉得。我觉得，是从哪里然后啊？直从接进飞去，开直接始。进去，直接进去。啊，不不不不刚刚不，谁不不弄不的？去开要飞要机干吗？嘛？我开吗？你确定？我所开以了，刚我是开你了。杀的哦，我杀的，我有杀，我我开有了，我杀开一了，个。你们两个开好可怕啊！我开了，我开了。蘑菇啊，他们好了，两都个上在来后面了。很可怕哈、也快要上来了。要不要换位置啊？好，可以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key guy。那我坐姿他。好啦，你们打，反正感觉不需要我，我在里面看看东西。这也是，哦，那这我也去是，厕所好了，我坐着就好。这是在背上哎。OK，进入驾驶舱哎，真棒哎，好好看哦这台。这台很棒啊，它的螺旋桨很漂亮，哎，超大的哎，对啊。它这个螺旋桨就是现在那种电风扇，然后上面会写个"我爱你"之类的东西啊。对，它会有亮光的那一种。哦。阿静，你要看看吗？返你回。按一下 F，然后起来，然后走到驾驶舱门口按，我回画面了。驾驶舱门口，已满，驾驶舱已满。等一下，我再转圈圈，我好怕哦，我现在画面好黑哦，怎么办？这里是哪你怎里？么了？我的眼睛是被蒙住了，我听得到 声你音啊。是不是哇？你是不是要跳下去啊？没有啊，我按一，我没按 F 啊。哎、欸。请聊天室告诉我这个画面是正常的，拜托。可是这台价钱可以买三台金海会员哦，那我的钱应该够买5台吧？这假的，这台可以买3台金海会员哦，这还蛮贵的，4万多吗？4、5万。四五万五百万四百吧，吧，四百四五百万，对，400-500。请聊天室告诉我这画面是正常的，拜托。你还在转啊、哦？我在转，转太久了吧？可能载具在运作吧，找不到能出来的点。血压有点高哦，高一下哦。我345，那你录才多两久？台金海会员呢、啊？金海是137。交易进行中啊，又没了，为什么？到点了吗？快到点了，快到点了。我刚刚右下角好，出现交易进行中，人就不见了。啊，射月亮，射月亮，在射啊！我怀在疑你被乱拿下射来。啊！哎，为什么探员会被射死啊？对呀、啊。就有这人怎往么知下道打，无哎、欸，底白的星怎么谁掉吗？下去啊？我还在转圈圈哎、欸，我看你直接掉下去、欸，我死了吗？没有你活着，我避开你，我避开你，我避开你，你好猛哦！你怎么直接跳下去啊？我还在转圈好圈呢、欸，猛哇！我还在飞机上哎、欸哦！完成，怎么直接跳下去。不公平？我刚刚在夜市那边杀一大堆，就刚刚有了，对对，嘿嘿。可能杀太远的那个分数比较高吧。我没有杀探员，所以我是开直升机的那一个。开到几点？10点司左右法吧。不公！我总要在转圈圈，这画面我刚才看过啊。又再看一次啊。好像是曾相似的。要下一个吗？剩看几你们个？啦。
一共四个签字，今天是不可能接完啦、啊、只是有两个人要去露营、嗯、哦是哦，那就来啊、哦、没有啦，看你们啊，我都行，主要是可以再一个啊，主要是看你们两个 啊, 啊那来啊，再一个啊，那来啊，哦，需要有人开打了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买防弹衣，我要去工商，我要买饼干，你要买饼干你拿饼干就好了不是吗？对啊，我要去拿，等一下我要去买防弹衣，可是隔壁老板都不卖我，哎、欸、我又到单人差事了，单人战局了，我邀你过来、嗯、不知道为什么老板都不卖我防弹衣耶，啊拍谁干嘛啦干嘛啦干什么？这真是拍谁吗？啊，拍谁？哎哎哎！干什么干什么？哎呦！开的！哇塞！我真的第一次在武装国度看到其他 NPC 耶、欸！武装国度在后面啊！抱歉，你是看到什么 NPC？ 一个爆炸头吗？阿大吗？他买枪吗？他在看鞋子。哦哦，真平第一次看过哎、欸。我这里面看到一个汉子，对，汉我撞他，我一直撞他，他也在看鞋子，你看，嗨，有没有啊？哎、欸，对，等下我又不能买防弹衣了啦，为什么啊？现在防弹衣特价哦，为什么每次都不能买防弹衣啊？你要不要先回单人公开？我去单人看看，嗯，去寻找新战局。哎、欸、哎、欸，等一下，你看雨月啊，我在天上，不，真的，刚那个人走进去了、欸，走进去哪里？走进老板那边，然后老板有没有拿枪瞄他？没有，他完全不鸟他，看来是亲戚吧？他一直骂我，夸什么骂什么？阿仔。哦，哈基，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发生什么事了？我要直接回去了，拜拜。武装国度关门了、哦？不是，他直接把用车堵门。没有，我是怕里面 NPC 跑掉，让你看不去看清楚。对，然后哦，你看他跑出来了，一个是允月啊，可是他允月不是离开了吗？啊、他会变灵魂啊！哦，那是灵魂抽掉变 NPC 的灵魂。我会变躯壳，我會剩一个躯壳在那边、欸。啊！好了，可妖。好，因为你好了，你就进、那個。好，等一下好了再直接进你们的那个。好可怜、嗯，你都要去国外运货回来。对啊，我在国内的就不让我买啊，就被垄断市场啦、啊。嗯，今天要拍片，被黑名单了。赛事、啊、不合，抱歉，要去国外赛事太大件了，哎，要大件的才行。没关系，我也懂大的困扰。你说裤子要买大件的吗、嗯？对啊，什么都要大的，这样才能锁住老鹰。那个啊，我上次看那个裤子广告啊，他说再大的鸟都关得住，再大的鸟都关得住，他这样介绍的。有一个老鹰的头在那个拉链的门口。好哦，然后在这里看起来可以关得住很大只的呢。设施对我来说好像真的不错哎、欸。好，我决定买这一栋。哪一个？在沼泽这边的，嗯，这个应该不会死人吧？我先把摩托棒拔掉好了。干嘛？应该不会。啊，一条摩托棒好。有人在钓鱼耶、欸！为什么你可以？你也想钓吗？干！你是男的女的啊？为什么你长得像女的有络腮胡啊？嗯。我现在进谁的？
我在杰克的。没有，我教你们啊。要，我没看到呢，再一次。要了，刚要。原来又是刚刚的部分啊。嗯。哎、欸，我这里就可以买，为什么？为什么刚刚不能买？哦，裤子大王的广告，对对对对对。来。啊、哦、啊。哦旁边有没有杂货店啊？我顺便买个零食好了。啊，过年这是杂货店吗？你刚刚有没有先邀我们去你的设施拿零食啊？哦，还是你想说这样比较快？嗯，是要自己偷偷吃零食。哦，对啊，这还那么自私。可以的，约好了自己进来。有，我见到。啊，我们要看那个吗？队伍平衡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队伍平衡？什么队伍平衡？在打 PVP 啊？不知道，这边多一个队伍平衡。我好了。好，开个平衡吧。我也不知道他可以干嘛。感觉等级高打等级低的啊！你看，等一下就是……哦，不是，我记得好像是血量等级太高的血量会降低，是不是上限降低？是这个东西吗？不好吧？要关掉啊！因为我印象中以前玩过有被降低那个血量的。那相对的血低的也可以变高啊。是吗？不知道欸。不知道。不知道。那算了。他应该是那个。因为以前有被降低血量过。你看。少界小队。哇，你们是穿一样的衣服欸。这是客制化的吗？哎、欸，你们有提示说什么和不同队伍的玩家玩这个猜测会通知你的终极组合死吗？对啊，会。我还没出现呢，是正常的吗？还是非正常？不知道，还是一定要先组成一个帮派啊？我觉得组吧。苦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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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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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嗨、欸。请邀我进去拿零食啊！我是乖小孩。那是开始了吗？不是取消了吗？取消了吧？取消了吗？不是取消了吗？啊！我走，这个动画不太对啊！我在外面了、欸，我刚以为走出来了。我拯救哎、欸，什么东西？啊、怎么才两个人？被虫子靠腰，三小是取消吗？我取消啦、啊。要重来了吗？对，啊、哦，重来了。好啊，跟关海哦。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下次要再玩一次第一章咯。要再来一次第一章啊？哦、没有，看你们两个吧，哈基跟繁星。我们依序还在啊。没有，看你们要不要买设施。嘿，接你们进度。哦。哦。懂了。耶、yeah, ！第一章再打第四，再打一次第一章喽！耶、yeah! ！怎么会这样？ Yeah! 每次都是卡在组，多难啊、卡在组队的位置。Yeah! What the hell？ 对，为什么会多灾多难啊？多灾多难的末日抢劫啊！怎么了？没有，要重来了。心累了，有点累。好啦，那先到这样吧。好啦，下次再说。嗯，今天就先这样啦，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们要重来喽！耶耶！我要赚那个80几万哦、喔，我们现在地堡随便赚都140万哦、喔。耶耶！好啦，休息啦，大家晚安啦，拜拜，晚安，拜拜，拜。好啦，感谢啦，我是觉得还 OK 啦，因为不知道欸，我觉得我失落感比较没那么严重，毕竟算是刚开始啊，对啊，你看只是解完第一章跟第二章前面一点点，对啊，又不是说已经解到最后，然后突然说重来，那才是崩溃啊。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咯，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拜拜拜拜，我去看一下我这个为什么它不会运作，是要把人接回去是不是？我的夜总会啊，不会运作。是这边吗？因为夜总会不会做啊，加入公开战局。准备任务有完成？有啦，就已经运过很多次哈。啊，我之后私下再看啦，那各位拜拜咯，拜咯拜咯，拜拜。